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沉香如屑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屑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到冒泡，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在沉香如屑当中饰演的是青离影院帝君和捉妖师唐周。是唐周更能胡诌，还是严旦更能胡诌？那还是严旦吧。严旦，你怎么看？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我虽然是谎话连篇，可是那句“成为天下第一换本大家”是千真万确的。为什么帮严旦拒绝大师兄呢？你们不能成亲，必须两配啊。你说了不算。如果没有玉葫芦，唐周能打得过严旦吗？那当然。严旦叫应渊小人的频次更高，还是叫唐周的频次更高？都挺高。严旦叫应渊小人，应渊这个小人，这个小人如果真有天意，那我严旦便是他应渊小人天生的克星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严旦叫唐周，小人，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小人。唐周两次叫严旦夫人，是借势表白，还是纯粹就是因为吓唬他？第一次是吓唬。夫人，我的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，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唐周为什么喜欢翻乌龟呢？天界应渊，凡界唐周。应渊翻乌龟，他是为了解压。这个唐周翻乌龟吧，我觉得纯属肌肉记忆啊，手痒。现实中，程毅和唐周一样毒舌吗？那没有。有没有和翻龟君一样的小癖好？喝茶算吗？在片场的工作习惯是保温杯不离手，保温杯不离手，这个真没有。据前方酷酷子爆料，程毅不离手的可真不是保温杯，而是他。拍戏那么晒，有什么避暑秘诀吗？心静自然凉，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。一起康康诚意如何保持心静自然凉的？如果给观众推荐解压的片段，想推荐哪一个？我喜欢的剧情观众都是解不了压，我就不推荐了，观众还是去看我们的花絮吧。你看到的唐周严旦，你一个仙龄短浅的仙使，知道什么是情爱？不要在此胡言乱语。实际上的杨子诚意，此刻内心最大的愿望是下班吧，下班吧，下班吧，好 ，OK 了，好，下班吧，好了，来，你把你的枪支都给我，来，可以，走吧，嗯，哎，妹妹们，拜拜。希望大家看我们的沉香如屑。演完沉香如屑，自己内心最大的收获或者感触是什么？我觉得对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吧。因为人只活一世，开开心心最重要，快快乐乐的。